没事吧？没事，没事。哎，你们就是小峰的父亲铁叔吗？你，哦，那冯老师。嘿呀，哎，铁叔，你给嘿我姓爱呀？爱，俺头先开一档股，是真好买。今下准备赚五块喂。哎，铁叔，你嘿没身体不好啊？没事，没事，老毛病，冯老师，真正多欠多人对小房的教导啊！啊，慢你讲，给啊，是俺的人做老师的职责啊。这是你的在小房级一次高考成绩，样板样。给啊，你去放心，从小房的平时学习成绩来看啊，给啊，是俺最好的一位学生。考上太后啊，应该是半空当当的一个事情。真的？哎，我对你啊充满信心。哎呀，如果你考上啊，这就真正是十分好，真正十分好啊。铁叔，你问我么啊？没关系，没关系。哎，休息一下就好，休息一下就好啊。哎呀，哎，老师，你们是？乖爱啊，你没联系吧啊？给，铁叔，给爱呀，就先这位。哎，你可爱注意身体哦。哎，好。阿铁，你又开过去真好买意呀！给小房啊，准备上太后的，给我同意出的学费啊！哎呀，给俺可以说呀，你就冇再做耶，你给偏啊冇再退哟！莫安太上，莫安太上，莫跟小房谈到哎！嗯，还是真正挺担心哦。哎呀，八妹。多谢你的关心啊！你看，这个身体开胆骨，走上十几公里都不出汗了。你可那是呢？啊，都开水下来啊，还会搞死人哎！哎呀，王八妹啊！朝夕爱无子嗣哦，老天怜怜把小风吹，不是亲生，生是亲生，离了他呀，负他把下。阿铁，你的心情哪来的你在你的母爱胸太好哟，胸太好哟，你呀胸太是的母的春秋风采开出发是真难
韩工都太好啊，我以太比钱呢、啊、你家都安穷你拿出来没啊，靠你买的股买的番薯你连片都可以洗。阿爹请你立啊就好诶、欸。不不不我就算是杂福买钱要用小房送太好啊。就不付开木头吃得几多钱给。啊给。王八妹你真的是好心你放在跟用的盼啊。送钱太不好心意都是不必太接近今夜为何来在困难我只能呀没办法在心中有办法有办法你就讲啊前段时间小凤的亲身我也没偷偷来过一次没给不当送给转给亲身我也身边呢给不得绝对不得绝对不可能我就得等三得啊铁打相依顺哦，心心相连啊，情串串。他是山哟呀，来是皮哟，皮佛山哟呀。怎么分咯阿铁你都想清楚了我给不对给不对